好。男子通过还是男子停车？过哦，第一没有停车。哦哦，好好好。他如果停车，他会开那么快？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哦，五一是礼拜五开的，以前是准备是寒暑假才是周一。看一下下一班是哪个？我们要不要去桥？我们要新竹还是桥头？等一二七过啊，对啊，等一二七过啊，聊天啊。